嘉偉啊，係嗱，講下我哋中國歷史啊，咁耐啊嚇，民族英雄咧真係數不勝數啊嘛嚇。咁以下落嚟呢個咧，佢就講過，曾經講話不能堅守揚州，但求一死以謝揚州喎。你估係邊一個咧？係咪南明眾臣史可發奉命鎮守揚州個位啊？係啦，冇錯啦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史可發啦，嗰種堅毅不屈嘅精神咧，明知唔夠人打都要死撐噃。但係你知啦，敵不寡眾啊，梗係邊打邊走啦。去到江邊遇著楊夫人喎，咁之後佢哋兩個講啲乜嘢咧？咁不如我哋有請沈國良先生、莫美霞小姐為大家演繹《史可發浴血揚州》，有請兩位。青青
人，是你啊！劫后余生，何幸又能与君重聚啊！夫人啊，你可知扬州城现下战况如何啊？Thank you.
人过恨离从何说起呢？夫人，你有听啊？Thank you.
尽终难尽孝，苦杀欲语也无言难。既怕十咩年，因君多事心酸，春去愁来，亲梦梦断言，战夫一去难眠，故旧恨早归天，好愿苍天共眠冤，浩劫当回千百转。受无知，共结连篇，天下乱，教我心转断。歌破破，家倾啊！长妆梅花癫，让中魂勿由神州重you
坐江天啊！敬你之意，知你心思无悔，怕你思骨难全，你沙场。爱在扶桑，成河痛在黄花那受损，但教师难，成人就应知难知得。夫人，足足好生去吧。夫人，你保重啊了。Thank you.